Yeah, I have a 6 o'clock booth and a 6:30.好，今天我们在这边庆祝肖冷小学的50周年的校庆。那这个学校在我们学区非常的特别，它是我们罗兰学区的第一家，开办了中文的双语沉浸式双语的学校。本来就来自台湾，然后所以当然希望小朋友还是都能跟我们一样讲一样的母语这样子。然后说。